吧，传音有地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不会进的那颗，你硬要顶，你确定一定有板吗？你如果进攻每一颗都顶，你知道你的效率值超低的，你没有事，你怎么知道对面会盖？就是很多人为什么都要把对手想的那么强？就是你们的进攻会很打得很没有效率，就是这样啊，因为你们每一颗都在顶啊。你是幸运万难是不是？那个 Lori 啊，你这样打啊，万一你的队友篮板很烂欸，被人家单塔抢双塔欸，你真的觉得？而且传音是有地板技能的哦，就是你真的被盖，还可以过掉那颗不会进的球，然后我帮你扑回来，你下一颗再顶嘛，你懂那个意思吗？就是很多人打得很没有效率的原因是这样，就是你明明有一个你试都不试，你整场试都不试，然后学到木生一的后仰，你还跑去学花型的大，你为什么进攻难打？因为你完全不尝试攻框啊，那你要玩那只角色干嘛？你就玩 G3 就好啦，反正也都是在顶，你 G3 还更好甩球。那你拿了一只有攻框技的试都不试，你被盖队友会说什么吗？不会啊，我传音早就准备帮你抢篮板了哦，准备好了哦。OBS 卡啦，刚 OBS 卡了一下，现在好了，现在应该好了，重新整理就好。我就知道板墙，所以不打算攻框。没有，你那样的进攻思维是很差的，那是我常在讲的，就是有一些玩家完全不使用他可以比较好用的技能，然后去学大招，那些都是很没有效益的。你比数拉不开，对手真的有很强吗？没有啊，对手又不强。为什么比数拉不开？因为你打得很没有效率，所以比数才拉不开。万一你攻框打得进啊，他不就那个了？那攻框打得进，他不就更好吃？一直瞎顶不会让你游戏玩得比较顺啊。OK， 看一下，哎，为什么没有能量三级？有了，级三能量主攻。对啊，哪有人家急流拿出来都一直顶的，然后还去学大？你知道你为什么需要学到大吗？就是因为你的得分很没有效率，你才会觉得说得分好，大招好像比较好得分。那个木生一会盖的话，你还学那个花型的大，是请他来送地貌哦。而且你们也可以拉开进攻啊。好啦，老哥，不要再讲了。这不是顶烂阵，你讲对了嘛？这不是顶烂阵，你他妈还一直顶那些攻三小，这不是顶烂阵，你每一球都在顶，你攻框是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对面会盖？这么厉害哦！啊，被盖有传音在，不能铺地板吗？你知道它就是长音的另外一种吗？更强的长音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可以，这木声音是，这不是顶烂阵，你每一颗都在顶，跟我说这不是顶烂阵。你也是很可爱欸。攻框完全不是，然后跟我说这不是顶烂阵，他每次出手都在顶。你在开玩笑哦。我没有不传，不是我们那个叫小空间阵，那个不是空间阵，你传给我们也大部分都需要顶头的。那是因为对方防守两个去跳你一个，不然实际上那个东西就会变成我出手一定被踩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不攻我也没办法，哎，天才啊！为什么要一直后仰啊？这木就很会守后仰，光框吃花型就好啦，他花型不会盖啊。没事啊，跟他那种人逻辑讲不通的。就跟我之前带那个，我之前带有一个那个粉丝，他拿急流从头顶到尾，然后我问他为什么都不攻框，他说他怕被盖。重点是我打的那个好像王牌场还是什么，但是现在防守就不强啊，防守不强，然后就是现在防守强度就很低，然后你可以去试，我不是说不是叫你不能顶机制还是什么的，而是那个就是你明明不会进的球，你可以。哇干，这木生一真假，他妈一个人守里面加外面，哎、欸，你让给我守好不好啊？你抢到我的那个啦，抢到我的火锅啦！这木生一很强哎、欸，这木生一很强哎、欸，干这木生一守外面盖烂，二段又进来跟我抢哎、欸，妈，我去挂机好了、啊，都给你玩就好了、啊。
那木生一他妈的都把我的事做完了，我去挂机好了。不是啊，他那个理解度，你跟他讲什么？妈的，他叫传音家那个，他们不要乱跳，根本就不会有发生其他人有空位的问题啊。那个状况下，你说你传给我，我没出手，有啊，我空位哪有没出手？当然空位我会丢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进攻可以打得更有效率一点，不用每一颗都顶顶顶顶顶，防守强度就没这么高啊。你说你可以试试看攻框先试啊，啊真的被盖了，我帮你扑回来。假设他会盖，那你可能下一颗就不要再试了嘛。那不能测试一下吗？不然你那个技能，还是你急流以后你去重点一支，就是不要学攻框二段的，就反正你也不用嘛，整场不用嘛。但这集训木有货的哎、欸，这集训木很凶哎、欸，他防守妈的也跟我抢二哎、欸，真凶啊！哇，你怎么那么猛啊？啊！你事情都做完了，我要干嘛、啊？这集训木把我的事情连妈连我的二段都抢走了啊！都给你玩就好了。集训木好强哦，没劲。啊，我去挂机啦、啊，我去跟聊天室聊天就好了。干，不要抢我的二段呐、啊！哇，他又盖到了、欸，他一个人把所有的防守都包办了、欸，哎，我靠，我就挂机就好了。他真的好强哦，木生一好猛啊！木生一是鬼吧？猜一下，猜一下，聊天室猜一下，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真的很猛，而且他盖到都是用帝王锅，他是很有自信的。盖夸完之后漏了一颗，但是还是有给干扰，可以啊，及格。八锅啦，哥哥怎么那么猛啊？啊，漏掉了，他盖太多，盖到我已经不知道我要不要盖火锅，哎、啊，连里面都抢光了，我不知道我要干嘛了。我不知道我要干嘛了。太强啦，这个人他自己抓一二点，然后他那个是很有信心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的是他会用帝王锅来盖火锅，就代表他对自己的火锅很有信心，一定盖得到，他才会那样用。帝王锅一般很多木是不用的啊，原因是因为用了之后，假设你没盖到，其实就浪费一个帝王进攻。他会这么有自信，就是对自己的防守很有信心的那一种啊。当然啦，先到那个什么啊，就是先到有一些招式，比方说攻框二那种一定死球，当然是可以，一定可以用那个帝王锅嘛。妈，这个人一直抢我火锅，抢到我他妈什么火锅都没有，真可恶！干，抢到我都没盖到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为什么要带超远投篮啊？这个人好秀啊，这个人真的好秀啊！我不知道这是谁啊，我这个分数很低耶、欸，应该不会遇到他们啊，他们的应该都打上去了，太过分啦，害我整场也没盖到半颗，他太秀了，他太秀了，公布答案，这是谁啊？妈的，这一定是代打的，这不知道是谁，但这一定是打单的，邓不利刚刚好。这一定是打单的，这个人绝对是打单的，我完全没看过这个人是谁。邓不利刚刚好，没看过，我第一次看到这名字，太猛了吧！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